部分呢，有这部分的呢，这部分的呢。从这么久吧，你到个多少干？应该不用开个的，然后这门信号也的，也可以按自动的，进入的。然后就开个这火了，你知道开个这火，然后等个这提示一两个，或者就两个。好，六十分就开了的，这提示一两个的，然后等个这提示一两个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这高压清洗。高压清洗的，你这两个，嗯，然后现在没得东西看的，因为我也没得，啊，他们有地方忘记吃了。这都忘记吃了两了。一分钟到个的时候，搿个就拿个了，要等搿个提起三年。我这就是开金车的，是吧？我插进去，等个这，等个提起四两个。
第四两个月就开始做了，这个看金牛，就是形成期发明了之后就看金元，就是看你的看到的跟你尝试怎么杀的了。嗯。然后我这有五步，每步一分的，每步一分的是每一步就看一等起，然后再不第五步就是把所有的四十起都看看，然后过来就是练练反馈。我到这摔的，一把，不是的，我是一把、两把、五把、九把，然后那是三四步，不是沙丁的跟一三上，然后过这就是第一步是看电源，第二步关电源，第三步看电源，第四步关电源，第五步看电源，电源现在就是搁这正常电源，因为过去的我是没得连接，所以它是动脑的状态，然后过里面就是金坑。就是就是金坑头，估计是成了一把的气头的实时反馈。我的界面也不能那么变。第二块的用，没那么大的功能，功能的太简单。嗯。啊，第二步了。我俩再看到过一点这边之后，是某一点就是这边摸之后啊，我觉得这个地不等。我俩再看到也是一边那种自动成绩跟自动停机，就是我现在自动成绩它是怎么聊的，现在自动停机它怎么聊的。我卡了的，啊，我第五步的呢，第五步我把它活卡了的。啊，过这就是搁这网上的里面就是搁这实时反馈的，这就。
啊，做人的，不是没得任何吸引力的情况。